建立妈妈是一位脑干脑癌患者，但她不为疾病缠身，这三年仍持续训练，让自己远离卧床，并身体力行鼓励大家加入训练的行列，更为自己设定目标参加多场比赛，像连续二届的圣诞老人应举大赛也有建立妈妈的身影哦。而明天建立妈妈也将出战成吉思汗的三项公开赛，我们今天就一起来问问看她的心情是如何吧。很辛苦，你要是是很好的状态，你去比赛，这个人家笑，这样子也来比赛。那我们的想法是，我只要做好了自己的就 OK 了。我也很想要好，哪一个不想要好？大家也希望说我们完善，我自己更希望啊，我只要要到了。有没有鼓励的话想要对自己说？成功，加油！未来我们也会有建立妈妈的访谈纪录片及备赛心路历程分享，再请大家敬请期待喽。而最后的最后，圣诞老人应举比赛募资仍需要大家的大力赞助，再请大家多多关注与鼓励，谢谢大家。